除了小尼之外还有谁呢？对，我刚才说除了眼睛还有谁呢，我就在看大家。刚才只有那一低垂着眼帘没有回应，这个就是他们坐在那个角落的吧，好像是像处在一个安全区一样。我只能说我觉得那边会有一个，但是我判断不出来啊，我只能说到这儿。刚开始我是排除萧敬腾，因为我觉得他很无辜，但是最后他的最后的表现我觉得应该没有错杀他。但是呢，我当时跟小萨争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小萨不应该，就是很他被杀是让我很意外的。但我当时就第一怀疑的就是一个白提，所以我就非常认真的在看着他，全名好吓人，非常认真的看他的眼睛。但是他，我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应该没有骗人。对，不愧是这么多年的。对，但是刚才那个在第一，我又倒回去看啊，我想第一轮的时候好像那一高确实是。他的刚才分析是有一定的道理，他当时也是他分析萧敬腾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得很准。我就怀疑，我还要再听一听。